喂，妈，你好。啊，我很好。哦，我的生意嘛，哦，很好嘛，挣了很多钱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拜拜嘛，再见。袜子袜子袜子，卖袜子，快点快点，快来。要多少斤？一双多少钱？一双，一双五块钱，买一送二，快点快点，快来快来。快来吧，快来！袜子真的，买一送真的，买一双送两双吗？真的。哎呀，老板便宜一点嘛，买一双送三双吧。啊，不可以呀、啊？怎么可以、啊？哎呀，便宜一点嘛、啊。不要了。要哪个？哎。钱呢？今天要么给我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附近我没有，最近我袜子一双也买不出去，这么有钱还给你呢，老板。行，今天，不说了，帅哥。哎。那要不然我送你袜子吧？不行，我不需要袜子，我要钱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。真的，真的没有。哎，打他！打他！哎哎哎哎哎！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叫艾森，我十九岁。评委老师看我是不是刷牙？那先表演一下你自己。好的，你可以走了。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叫刘英俊，今年十九岁了。老师看我是不是很年轻呀？喂，老师好，我叫何平，我今年十九岁。如果老师有问题的话，有事可以来找我，我会解决。大家好，我叫达信。哎，卖袜子，你来干嘛？哎，你是袜子，为什么？哎，我也想当模特。你们别忘了，明天还有试镜。Yes。好。
一，来这里。你们觉得是谁？是林俊还是艾森？艾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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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，你觉得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哦，现在我很紧张。现在很紧张，有吗？没了。你呢？我很舒服。你为什么很舒服？我觉得我应该赢。嗯，应该赢。好，那现在到最惊喜人心的时刻了，马上就要揭晓今天的冠军。好，